在我们今天正式敬拜开始之前，我有个小分享想跟大家说，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故事，是我和神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，很特别。我知道不是人人都有，或者有些人可能一些意象 我不知道，即人人不同，但这个是我个人的。在我大约十一年前到了13年，我刚刚回来的教会没多久，那时候我经历一些情感上的挫败，不是太开心。那时候开始呢，我就好像经常都会看到三条二，一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好像在心里面有一种暖的感觉，还有 会微笑，因为我感觉到一种鼓励，好像告诉我知我在这里，我觉得神跟我说他在这里。自此之后呢，我就经常都会见到，无论我是买东西222，跟着就见到车牌1222，我都觉得那个二一看不到的，我只看过三个字，或者221，很有趣的，经常见到。甚至乎我去旅行book房都会，那间房是二号房，那密码是三条二，我都试过，真的很多这些很奇怪的事。那我都上次跟我的牧者说，哎呀，虽然牧师我都很奇怪，我不敢说别人听，很怪，为什么我经常会见到这些东西？然后他就说，不用担心，我都经常见到的，我经常见到三条一的，所以是正常的。那我就立刻，啊，我是正常的，原来神真的会用这个方法跟我沟通的，那我立刻定一点。自此后呢，我就无论我开心不开心，我都会看到这个数目字，我就会成为这个数目字，成为我和神之间的一个密码，成日就会告诉我我在这里啊，又或者我不开心啊，我在这里啊，或者平安无事都会说我在这里啊，就不断地告诉我神在这里。所以我这个是我很大的祝福。我的朋友不相信，他说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这么巧得这么巧的，这样啊，怎么知有一次我们一起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四条二，我觉得哦，你不信神剥你棚牙，他都不信。我们一次在马湾敬拜的时候，他就我们合埋眼，突然间他说 Jesse 师你看看，我在圣灵里面，我看到耶稣站在水面上，跟着我擘大眼望，我就看到一起看到一架很大架的货船，上面写着三条二。自此之后，他都相信原来神真的会用这些很奇怪的方特别的方法跟我们沟通，他在这里。我都希望我这个的小见证或者是小故事，成为你一个很大的确据，一个很大的祝福，神真的在这里。今天早上我都讲了这个故事出来，完咗嘅时候，有位姊妹忍唔住话俾我知，其实佢都有同样嘅经历，佢都系三条二，佢都系经历呢一啲嘅情感上面嘅挫败。佢一路问主，主啊，究竟呢个数字系代表啲乜嘢？你想同我讲乜嘢？佢一路寻求寻求，最后俾佢揾到，原来喺马太福音嘅22:2里边就讲，天国就好比一个王为佢嘅儿子摆设娶亲嘅筵席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。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，就正如彩虹的立约，这个立约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将会回来，到时候就有一个筵席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欢呼耶稣的再临。所以我们一起起身去敬拜我们的主，去赞美我们的主，在主里面去支取更加更大的爱，更大的力量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啦！全地归于你，你是我的救主。
成为我哋生命嘅中心，
助我哋喺你嘅爱里边去成长，帮助我哋明白点样去用你嘅爱去爱身边嘅每一个人，让我哋嘅生命成为别人嘅祝福，让我哋嘅口能够说耶稣你要我哋说嘅话，让我哋嘅行为能够行出基督嘅样式，让我哋喺爱里面嘅祷告嘅时候，透过耶稣，透过每一个生命，透过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一齐同心合意嘅祷告嘅时候，战胜魔鬼，反转呢个世界。因着耶稣，我哋得着所有嘅生命；因着耶稣，我哋一齐高举，一齐欢迎你，一齐赞美你，去打呢一场必胜嘅仗。你是我们的军师，我们是你的军队，我们全心全意将自己献上给你。宇宙的中心耶稣，世界的中心耶稣，万物都伴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宇宙的中心耶稣，世界的中心耶稣，万物都伴于你，属于你，归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，渴望看见你的彰显，呼求你来翻转真天窗打开，春雨不停歇。
是说欢迎君王来到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，你进到我的内心里面，你带领我的生命。耶稣，你在我的心里面坐着为王。我的心要让你掌管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神。我们现在可能面对着很多不同的环境，高低起跌，神啊，你掌管万有。但同时间，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去宣告神你坐着为王的时候，我们说神啊，我的心欢迎你，我的心欢迎你坐着为王。主啊，让你得着我的心。主啊，让你得着我的心。在我的软弱里面，你得着我的心。在我觉得望着很多环境很害怕的时候，你得着我的心。在我有些祷告已经期了很久的时候，你得着我的心。主啊，多谢你，让我们被你得着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神你的见证人，让神你藉着我们，让这个世代知道神你坐着为王。神啊，我在这里，让你使用我。让我心淡淡可
切最丰富的筵席，所有人都有份。你的平安会临到，这个世界不会再有眼泪。求你大大充满我们，我们需要你更多的爱。你是我们的唯一，我们的新郎，我们等候你，等候你荣耀荣耀的再临。感谢你耶稣，求你让我心满人，大大充满，多到满泻。哈利路亚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。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那个是主耶稣，你才是我们心底心深处我们要追求的一位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是被神你的灵来到带动我们，我们去渴慕神你，成为我们每一日我们的需要。主，多谢你，我们为到我们今日仍然可以站立在神你的面前，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敬拜你，这个是我们的福气。主，多谢你，我们的敬拜献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 Amen, Amen. 感谢主。